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那么本期的破空与自孤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中国新生代年轻棋手的这个表现啊。今天我们看一盘这个00后啊这个的棋。这是谢尔豪执黑对阵廖元赫的这盘棋啊。以前我们都是介绍的名手高手，那么看看中国新生代，廖元赫是2000年出生的啊，这个棋手，当然现在也是逐渐的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看看新世纪出生棋手对这个破空或者自孤的这个理解啊，这种理解，也从中呢，也或许能够，我们。发现一点啊，这个围棋的这个变化的以及这个潮流啊。现在呢，这个黑棋刚刚的逼住啊，那么白棋这两个子呢，就是说明显是块孤棋啊，那么是需要处理一下啊。按照老一代的风格啊，那么至少来说，先震一下，这个是正常的。那么和交换以后，那么我呢就算处理好了啊。再抢一个也行，或者说呢再加一个，这个是呢一个正常的这个思路啊，这个是呢是一个正常的思路。那么呢堂堂正正啊，不过对于啊特别是年轻时候，特别是这些小的啊出来的新秀们来说呢，重新或许啊这个对棋的目数啊，就是特别的这个敏感啊。像这种，这么损控的下法，这个实在是不敢恭维，不太肯啊，不太肯。那么就他选择的是打入破空啊，对这两个子，我们称之为孤棋的啊，毫不在乎，先把目数捞到手再说。这个黑棋搞的是肯定是有点这个不高兴了啊，不高兴了啊，就无视我的这么多个子弟是吧，那么黑棋势必呢跳出来这个进行反击。那么接下来白棋拖断啊，现在脚上呢施展手段啊，这个是做活的常用手法。对此呢谢尔豪下的也是很大气，很大气啊。在这个脚上呢就不与你呢过多的纠缠啊，过多的纠缠。就是呢还是把重心呢放在这个外面。普通的应对呢是退一个啊，那么白棋吃。白棋它总是能活一块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先搬掉也行，不搬呢就糊起来。这样的白棋基本上是活棋啊，活棋。那么黑棋觉得这样呢让白棋活了的话呢，因为这些子啊特别是这个对这两个子啊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对于以后的攻击呢不太好。所以呢黑棋选择了宁愿亏点实地啊也厚实的下法。那么黑棋选择的是吃啊，先吃这边再打吃粘上，这样呢白棋当然不能拐这个了，拐这个黑棋可以挡在这里了啊，你拐他虎你打吃他搂打把你整死了。那么白棋啊就拐这个，黑棋就冲下来白棋吃掉。和刚才那个图相比呢，就是说呢黑棋目数呢是肯定要亏一点啊，要亏一点啊，但是一个呢是抢到先手，第二个呢主要是把这边走后以后这个子就等于没什么用了。
那么专心专意呢来攻击这两个字啊，攻击这两个字，然后正头啊，哎，这个呢也是下的非常的正义啊，非常的正义。这个棋呢啊，白棋虽然在这里破了黑棋的空，但是这两个字明显呢就是显得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那么需要呢这个来这个自顾，需要来自顾。弃了的肯定不肯啊，这个太大了。那么白棋呢靠，白棋靠啊，这个黑棋退，冷静啊，不搬呢，这个反而搬白棋接近了，他一长是吧？这个或者说他甚至于直接扭断啊，这个就是说给白棋啊，就是说接近了。那么黑棋老实退，白棋压呢，黑棋就顶住啊，这个也是需要硬的。虽然你暂时不硬可以，但这个被人家一搬进去啊，你还只能底下搬，再一粘，这个形状就全坏。啊，形状就全坏。所以说啊，攻击不能太过急躁啊，先冷冷静静的补住。那么白棋这个形状依然呢啊不是太好，白棋呢选择大跳啊，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出头一定呢要快。如果说啊这个普通的哎这个小跳好像形状很结实啊，也不错，但是这个呢明显呢就有些晃。那么这个地方被黑棋舒服的震过来啊，飞震过来，这个随着这个逐渐的攻击啊，黑棋注意啊，这个地方的这个潜力啊也在增加啊。你这样一个一个跳看上去呢是很舒服，但是呢这黑棋在顺调的来攻击，这样的话呢白棋啊这个自顾啊就显得太慢了啊，太慢太沉重了。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个头先抢过来啊，要多走一路，这样呢你再攻击我呢就不是那么的舒服是吧。你正的话呢，那么这里明显有个穿，这个中间成不了。如果你只是飞的话呢，那么摆我就算飞出来，这个和刚才相比啊，和这样相比，这个是相去甚远啊，相差很多，相差很多。所以呢这个棋一定要多走一路，虽然自身看上去薄了一些，但这个头啊一定要出得快一点。那么黑棋这里不太舒服的话呢，那么黑棋啊它就从这边来，哎，第一呢这个地方老是瞄着你这个小尖啊靠啊等等这个鱼尾，你跳得远自然呢也就薄是吧，也就薄。那么你怎么出头是个问题是吧。你要是说比如说这样的话，哎，你时时刻刻啊你得小心我这个，哎，这样给你扣断。有这个跳得大有它的好处，自然也有它的不足之地方啊，就是说联络不是那么安全。如果你想联络安全一点，那么这种熟手走出来呢肯定也不太满意啊。这样呢你以后这个小尖也出不去了，本身呢是很熟啊，但黑棋还有可能顶在这啊，也有可能这个呢和那个是类似的啊。那么这样呢白棋啊也是挺难办的啊，挺难办的啊。但我们说了白棋在这里种种下法还是觉得不好办啊，不好办。如果说他再打一圈你要再走呢，这个反而步调慢了，还不如小跳一个。那么白棋该怎么自顾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如果留给大家去思考啊，或者是换个高手去考思考啊，这个且得想一阵怎么办。但是接下来啊，白棋的招法可以说让人是大吃一惊啊，也可以说是这个新世纪棋手啊，年轻人棋手对这个时空的敏感已经就是说到了有点甚至于来说是有点变态的程度啊，变态的程度。白棋怎么自顾？对不起啊，我告诉你根本就是什么没有自顾，直接拆二再捞一票。因为这个棋呢确实本身是很大
因为这里的话败被黑棋一下来啊，这个子基本上就活不了了，那么这个目数啊也是巨大啊，对吧？那么白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这个也捞了啊，这里已经先捞了一大票，又把这个给捞走了，这个就是说完全是现代年轻棋手啊最喜欢的这种啊，先捞后洗啊，先捞后洗，而且是极度的横空啊，这个取实地啊有点这个变态了啊，甚至于来说啊，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了，他敢捞这个也是对自己啊这个大龙啊这个自孤有信心有把握啊，觉得这个棋啊总是不会死的，因为老师教过啊，棋长一尺，无眼自活，是吧？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一下可把黑棋激怒了啊！谢尔豪虽然是98年的，但是和2000年其实也就差了两岁啊。那么这个黑棋难免啊要动了杀心，干脆先点，加强自己啊。这里就是说损一下。损一点点，对这边损一点点也毫不在乎，不在乎这点了，就直接呢开杀，靠住啊。这个现在呢，当然你不能搬出去啊，这个好像把朵花一样，但是这个外面还是有点，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太大了，这不知道吃到几路去了，这个空啊，这个还是太大了。那么白棋呢？只有想办法逃跑，小尖啊，这个开始自顾啊，这个现在年轻棋手啊，就是说呢，他基本上我观察就是说，对于这种自顾做活啊，都是非常的有信心啊，这些就是说总能啊，在这个甚至于在石头里面啊，石头缝中还能长出草来。就是这个得益于啊，他们都是从这个从小训练啊，这个在道场训练啊，这些东西从小就是死活踢，都是死活达人啊，都是死活达人。对于这个一点点这个味道啊，这个分析都很敏感，所以说呢，计算能力啊都是超强啊，计算能力都是超强。所以说这个白棋现在开始逃跑，黑棋尖开始追击。白棋就跑啊，耍大龙啊，经常是他们的强项啊。这个自顾先把目数一捞啊，然后开始自顾啊。凭着这个强劲的计算力啊，再加上年轻胆大啊，这个就是说可以行走江湖。这个确实也是让人这个非常的头疼啊。他们计算不但准，还更可怕有一点呢，就是快。那么黑棋跳，这个白棋啊，要换作有别的棋手或者是什么，这个现在真的是一个眼都看不着啊，周围都是黑棋一片丛，都是黑棋的子弟啊，这个能活吗？啊，那么白棋搬长啊，然后呢再跳，这个。逐渐的往前钻的同时，这黑棋当初的铁后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局部，黑棋一旦被断开呢，那么白棋一小尖，这个呢，黑棋自身呢也没有活啊。那么，当你在冲的时候啊，白棋粘上，那你。再点啊，这个是长形，这时候呢当然他不会老老实实粘上，粘上的这个形状呢太差啊，这时候呢白棋顶这个啊，不是压这个啊，这样呢也是反击的好手。由于刚才我们说了啊，黑棋这里没有活，你不能断啊，断我吃完一吃是先手，是吧，是先手，你这边要补棋，那再一尖呢，这个黑棋反而死了。那么白棋反而找到了黑棋的这个可借用之处，那么这样出来以后呢，黑棋似乎啊暂时呢就没有啊一下子找不到好的呢对白的攻击的方法啊，那么找不到好的攻击方法的话，那白棋这么简单的跑了，那当初这个目数啊黑棋呢
就会变得比较吃紧啊，变得比较吃紧啊。那么看似啊，这个黑棋啊，就是说没有办法了啊，这个，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呢，这个把局面搅乱的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啊。白棋呢，也只不过是暂时呢，喘了一口气啊，喘了一口气。黑棋接下来呢，招法也是非常的这个凶悍。那么接下来呢，谢尔豪呢，就是说呢，也来试探一下白棋啊，他走着靠。白棋当然打，黑棋搬这个，普通来说呢，就是说呢，白棋是粘上，这两个呢，黑棋肯定是吃亏的。当然黑棋就是说，哎，我这里多了两个子，哎，对你攻击这块呢，肯定呢有很大的帮助啊，来吓唬吓唬这个白棋。但是呢，这个白棋啊，当然丝毫不怕啊，能粘上的话呢，你局部亏了。而对于这个廖元赫来说啊，这不但不怕啊，不但不担心这块这个棋的死活啊，他还和这里啊和你纠缠起来了啊，就不怕你有什么借用啊，借用多了来杀我，我也不怕。这个确实是这个是朝气蓬勃，这个年轻人这个很有勇气，没就是字典里可能就没有怕的这个字啊。那么黑棋叫吃一下，你看呢，哎，暂时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招法啊，就是局部呢又不能太损，是吧，这个到底能不能杀没有把握，所以谢尔豪呢也采取迂回之计啊，先压。那么白棋就吃啊，把该得的全得到啊，这个被打吃了，黑棋局部呢肯定是损了。不过黑棋呢藏了一个呢也是有收获啊，在这里呢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中央啊，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势力啊，然后呢他再退这个，这你得粘山，然后呢跳继续攻击，白棋跳是必然的，然后黑棋跳啊，这样呢黑棋也有他的自己的独到的构思。哎，正常来说白棋跳啊，那么你如果这样跳的话呢，哎，虽然这块棋啊被你跑了，但是呢通过这个攻击啊，在中间也形成了这个很大的势力。那么在这一带啊，唯一个的话呢，哎，这个黑棋中央也形成了很大的空，白棋呢也找不到啊，一时半会呢也找不到进来的浅消的好点啊，好点，所以这个棋啊，这个也是黑棋呢还是可下的。不过对此啊，这个白棋啊，就是说依然啊对那块棋毫不担心，再次脱先抢占呢这个来消你中间。现在等于就是说这块棋已经脱了三次先了，是吧，这个第一次是打入啊，脱先抢了个角，第二次是拆二，这第三次了啊，这块棋这个是真的是不怕死啊，不怕死，真的是老师教过的啊，反正棋长一尺就自己会活的啊，就是有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都不用管它啊。那么这时候黑棋呢当然是有点怒了啊，那么拐要开始准备杀白棋了，飞，白棋靠啊，黑棋打掉，把这个虽然有点损，但也不管了。那么虎柱把这里走后啊，这个棋你怎么活？那白棋顶，黑棋就退啊，挡住呢，在这里有搬的怪味道啊，这样这个地方。暂时还看不出一个眼来，是吧，看不出一个眼来，那这里要做两个眼，这怎么做啊，看不出来
不过呢，白棋啊对此呢也是啊早就准备了这个自孤的好手段。先搬一下啊，这个是先手，你得拐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冷静的避。哎，这个呢，或许是白棋啊敢这个连续脱先啊的这个原因。他在这个地方哎狭窄的地方还是有眼位的。我们来看这个黑棋呢，当然是要退是吧？退。因为你推这边呢，推这边他以后顶了顶啊，这边也有眼，他推这个。那么白棋这个地方这时候呢再一次，再一次在这个狭缝中间啊开始这个寻找眼位。黑棋这时候呢先跳一下啊，这个具体呢不知道他是打将啊还是什么原因，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打个将。这时候白棋当然也不能退了啊，白棋说赶快活了。那这样下来以后主要是这个地址啊，这个纸被割了肯定不行，这个挡本来就先手，你还得做活，这再一分段的话呢这个肯定不行啊。这白棋还是跟着硬，那么黑棋先顶一下，哎，这个也是个要点，再粘上啊，再粘上。白棋这里是有个眼呢，但是另外一个眼在哪呢？那么白棋不怕，白棋顶，现在也不怕丑了啊，就是说呢主要是把眼位做出来，再团这个，再团这个。这个时候呢黑棋继续跳啊，黑棋已经看到这个地方呢啊暂时不太好杀他啊，暂时不太好杀他。那么呢黑棋先跳一下啊，白棋这时候注意这个纸不能被割了啊，再点一下再尖啊。这个黑棋呢也有呢这个造劫财的意思，造劫财的意思。那么走完以后现在呢黑棋挤开始死，准备杀白棋，白棋粘，黑棋再打吃啊，白棋粘上，黑棋提掉啊。那么这么这个下面呢白棋当然有所准备，他先搬，黑棋只有挡，不挡的话被一断啊，然后再立，哎，这样呢怎么形成个打劫。黑棋这个立是先手啊，先立一下。这一般呢要杀白棋，白棋只有补。这时候呢白棋这个在这个立之前啊他先虎了一下啊，这个先做了两个这个交换，然后搬一下啊。这时候黑棋立啊，然后补，再虎住啊，再虎住。再搬住，那么现在呢白棋立啊。黑棋呢打吃，这必然的，粘上提一下，提一下呢白棋再叫吃，提啊，粘上白棋拐。这个时候呢白棋呢就逐渐呢看到了眼位啊。黑棋这时候不能拖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尽杀他呢拖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由于啊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团是先手，你得补这个。那么这个再被白棋一挖，挖完呢就简单一藏啊，这个呢黑棋自己也被卷进去了。你提没有用啊，他打还是先手，等于是走完这个以后啊白棋可以立。你挡他吃，你这块棋啊自己也没有活，这个可以随时冲掉啊，然后呢他再跳这个。这样呢上方要出棋，这个黑棋强杀白棋啊不成功啊。确实啊这种棋就是说棋太长了，这个包围圈呢自然呢漏洞就比较多啊，这个棋长一尺无眼自活啊还是总是有它的道理。现在黑棋一看呢强杀啊不行，那么呢他就冷静的吃。
和你做呢打劫杀。虽然你是大龙打劫，本身劫比较多啊，但毕竟呢黑棋把你全包住啊，这个你大龙打劫黑棋呢，这个棋呢还是非常的难讲啊，这个胜负啊，就是说白棋捞足，捞是捞足了目数，但是欠了这么大一个劫，这个棋呢胜负呢还是很难说的。提，那么黑棋吃一下，白棋吃一下黑棋粘上，白棋呢提啊，白棋这个提这个，然后黑棋拖啊，利用这块棋呢来找劫。白棋的这个压力啊，其实还是挺大的啊，还是挺大的。这个也不能死啊，那么先硬住啊。幸好白棋呢，这个打劫呢本身劫比较多啊，提，然后再挡住啊，再挡住。挡住以后呢，这个棋，这个白棋啊，在这里呢就暂时不能硬了，因为你也不能打，打它以后这个地方呢还有个冲啊，还有个冲啊，所以呢，白棋这个地方它呢不能在这走了，那么只能飞，飞一下，白棋在上面呢还断，找个劫。然后黑棋继续拖啊，这个白棋一看硬呢没法硬了啊，没法硬了，那么干脆呢就不硬啊，把这个棋啊，把这个劫呢他给他消掉啊，把这个劫呢给他消掉啊，打吃，消劫之前先便宜一下目数，然后再粘上，这回呢彻底的活了啊，这块自古成功了。但是这边又怎么办呢？一加啊，其实这个白棋啊依然还是非常的危险。白棋加，这时候呢谢尔豪终于出现了一个错误啊，这个棋应该直接走这个啊，这个就可以。由于这里要冲断，白棋要补，然后呢再走这个，这样这个局部呢可以说这个是暂时呢是活不了啊，活不了。这个就是他你冲了他就是后手啊，他就走在这边就行，你这样的话呢是活不了的啊，活不了的，他就补啊，你提呢他就记住啊，这样呢白棋其实呢是死的啊，是死的。也就是说黑棋下的完全正确的话呢，其实这个白棋啊这个还是不行啊，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说这个自孤啊还是不能算成功。但是在这里呢，最后的时候啊，谢尔豪呢出现了一点小失误，他先吃这个，以为是保留一下更好。哎，那么你等引诱你来打吃啊，那么打吃的时候我再一冲，再一冲你得挡住吧，然后我不是打吃是先手吗，那么我再一断，哎，你把这个活了吧，你中间吃了总赢了。不过这时候他忽略了这个白棋的这个反击的手段，如果打这个那正好，但是白棋现在可以先冲，这个是他的忽略的地方啊。那么你打呢我提掉了，你长这样呢他反而呢现在可以啊给你拔这个子，有这个冲以后他可以给你拔这个子，这个和刚才呢就有区别了。你提掉以后呢他再一冲，哎，这个地方你再拐打以后，我提你几，我一长你这个跑不掉了，那么你只能长的话呢，那么啊我再一吃，结果呢你只能吃这个，但白棋一立啊活了，终于啊这个把这两块都活了以后啊，这个呢白棋呢终于是取得了这个优势啊，取得了优势，最后中呢也获得了胜利。不过呢这个说实话啊，这么自孤就是完全是就是说耍大龙啊，这个呢确实是大家不要这个轻易的模仿啊，不要轻易的模仿。不过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还值得我们呢佩服。好的，本期节目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